哥哥，嗨，你好。我不是矮幼哥哥，我是巨胖叔叔。你怎么啦？我生病了。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。那呢，好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公主病啦。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？我要去学游泳，冲浪板要单手来扛，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，要我奔放在海浪上逆流飞，让我学过来接。要我学游泳晒太阳，因为你说太热，热闹的像你，我在自己童话世界。你说不是人话，怎么叫公主？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轻，哭着说。要去学游泳，冲浪板要单手来扛，还不是因为